人乔达叔、小精灵、静过夜晚、小杰、玉安 ，Hello， 大家晚安。我开始吃我的晚餐喽。周日辛苦了，还好还好，你们也辛苦了。谢谢思源送的心动巧克力，晚安啊，小杰，我刚想要叫你阿杰。Hello， 小易，晚安。好大一碗，还好，就是上次那个炒饭的完工。对，今天吃稀饭。晚安 ，Hello Happy Love。Hello， 怡恩，晚安，玄阳小精灵 ，Hello， 晚安晚安 ，Hello， 李宝芊芊，小野壮吗 ？DJ，Hello Hello， 大家晚安，今晚路应该不会卡吧？看三场，玉安你有打雷捧吗？谢谢 DJ 送的心动巧克力，谢谢。Hello 丹林春，珍珍 ，Hello 珍珍，姬思阳 ，Hello 落日一笑 ，Piano 加言，谢谢 Piano 加言追踪。Hello 元清，你不会写 ，level 吗？因为 level 就是在你看完你的，看完演唱会以后，你就是对整场的印象或是感想。Hello 草莓酱，Hello 小陈，你要去改名啊、哦？Hello， 梦梦，小五就对了，小五，没事啊，李宝芊芊也 OK 的，谢谢草莓酱送的啾啾你哦，Hello 天天，还没想到分享直播，谢谢你，君佑国敬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意思？是只能，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国文，那些国文不是我们那个 mini class 上被云爵前辈说我国文超烂。谢谢南妮，错了，是谢谢小周芊芊送，分享了直播间。Hello 萱萱，请。好啊，谢谢你，谢谢南妮娃送的心动巧克力。怎么了？天，你应该有听说我们有个愿望哦。你说那个对不对？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虽然是我要讲全部，还是要讲绝对？虽然是这么说这句，对，这句话，谢谢玉安送的 love。Hello 吴亦和 ，Hello 黄鱼，等人多一点吧。好啊，那我先继续吃我的晚餐喽。谢谢萱萱送的我来签到。你们吃完晚餐了吗？我好像每次都会讲这句话。今天吃皮蛋瘦肉粥。谢谢阿米送的玫瑰，珍珍送的心动巧克力。Hello， 卡姆伊，晚安。Hello， 鹿野，早安。Bagir， Hello， 思源，通心粉，神秘通心粉，魏安。
回归，没关系。小雨 ，Hello， 谢谢南泥妈送的心动巧克力。阿龟瑶 ，Hello。吃完晚餐了，可是现在在旁边，在旁边的学长吃泡面，好香，泡面真的超香的，真的真的，我也很喜欢吃泡面。Hello 卡丘米索索，老沙 solid， 宇宙文子君，世界大战，花生糖 ，Hello 晚安，塔瓦哥九蛋 ，Hello Hello， 晚安，听说要念口白，对，刚刚准备要念了。可是，天天说要等人多一点。Hello 阿龟，谢谢花生糖分享的直播间。YH，Hello。QK 男子 ，Hello。没事，我刚看到熊妹传来讯息，突然想笑。来听口白了 ，Hello Only Alpha。话说林一都不念口白，林一前辈吗？害羞吗？真的很害羞的这句话。等一下是什么？等一下，绝对。好，等一下再一次 ，NG， one more time。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但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好，没事。Hello， 三生堂。哦，你在吃晚餐。我也在吃晚餐。怎么发生什么事？谢谢 Soli 送的 Love。DJ 送的掌声鼓励，真的吗？我就烂。大家有发现后面越来越少了吗？就是后面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就烂，好笑。Hello 生生堂，柳晨，我谁我刚，晚安，厉害的。Hello， 大家都一起烂，大家都烂。谢谢桃花哥送的小狗娃娃，南泥妈送的心动巧克力。有成主，晚安。听说就是黑色星期五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安安今天开到几点？今天开到10:30。对，今天开到10:30。我有看到成员都有设定那个、欸，就是会那种 IG 的那个。我在看是哪是装饰贴纸。哦，有了，好酷、喔！我来用这个。IG。OK， 这样吗？是这样吗？这样就有了吗？有吗？它在上面吗 ？Hello， 有吗？上面有哈。在吃什么好料的？今天吃皮蛋瘦肉粥。Hello， 德全，钢铁韩粉，季风酿，安安吃饱啦。来这边，我刚刚去上钢琴课，所以刚刚才吃饭，比较晚吃。怎么了，皮蛋？花生糖不喜欢皮蛋吗？
Hello 诗仙，对诗仙 ，Hello 北极星，北极星，我那天有看到你饼干的时候，正前方，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真的很好吃耶，虽然我觉得皮蛋有一个怪味吗？就是有一种腥腥的味道。然后我也很害羞，因为而且你有看到我有点忘词吗？但因为会不会太小声呢？我好需要好小声哦，是我的错觉吗？他说杨雄，哈喽吉川小五、切尔东、吴伯辉、大帅鼻、哈喽 Joyce 是吗？谢谢艾斯送的医用口罩，还有追踪。所以这个，假如说我这样移过来，它也会移过来吗？就是它会跟着我移动吗？它有跟着我移动吗？哎，它有跟着我移动，哎，好酷哦！那我放在这边，它会停在中间是吗？这样吗？好笑，等一下。太远了看不到，原来有一个花生超这花生糖，花生糖坐哪里啊？会移动，有刚看到了 Pomo 冷幻情 Hello 晚安，淡定告白教教徒晚安，别提了，山顶吗？非洲还是欧洲的远处，我是坐这边，我那也很棒，真的吗？真的吗？因为我那时候我超紧张嘞，真的认真紧张。喊到破烧破声破声破声烧虾吗？烧虾！你们那个那天应援声超大的，我们在准备出来的时候就好大声好大声。你看一德 ，Hello， 一德你不知道补习吗 ？MC 感觉都很紧张，对对对，可是其实我心里是还好，没有很紧张，可是讲出来的话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佳，就是懂，然后栗子前面就这样，没事，然后栗子也是，没事。那天真的很大声，真的超大声的，很感动哎。坐我旁边还是附近的有韩安，真的吗？好开心哦。今天人好少，是很多人在播啊，11个，11，天哪！前一场喉咙都还没事，结果你们我的喉咙就喊到破了。最终场呢？呜！哈喽黄鱼，哈喽志伟。有在山顶帮忙喊，真的谢谢 DJ。就是那天小周喊得很大声，我超开心，因为我很怕就是说，我就甜粥咸粥海鲜粥都不是我要的粥，我要的是，然后全部人，然后被我声音真的很尴尬，还好有声音。Hello， 志伟晚安，明天看的时间对我来说很挑战。Miko 时间，你说上次的吗？还是四月的？怎么那么多芹菜？
四月五月的，你来七点半很稳，但刚刚比较晚，变七点吗？变七点了，我刚刚是看到是七点半的，所以我还没有变七点呢。哎，这样对我也还好，因为我中部人，这样，哎，来得及吗？不知道耶。哦，对，我们 Uni Bell Flower 是13号哦，反的，13号，4月13星期一晚上7点，高铁坐起来。没有反吗？所以是这样。哎，我手有声音哎。Hello， 波达。7点要重新完全不能太晚下班的。好像新店很远哎，超远的新店。如果搭捷运的话，超要回家吗？很刚好是13，我不知道哎，还在想，因为要再看看那天的时间。Hello， 偷偷不帅，君佑正正偷某。Hello， 李威。坚持一个人不会太可怕吧？哦，我看到那个是13号吗？还是下礼拜啊？就是，是不是今天啊？我看到今天对，就是官网上直播表有一天超多人的，是今天吗？是有些有点麻烦呀，怎么办？有点远，新店真的有点。谢谢花生堂送的鲷鱼烧，詹明丽 ，Hello， 陆宇，今天是今天哈，哦，超可怕的，超可怕，今天是13号，咦，我好像已经隔离一个礼拜对了，我上次播是今天22人，哦，史上新高吗？明天就没几个播，对我哦，对我明天有播，我明天晚上8点，然后一样是到晚上10点半。大家来看哦，我辛苦了，不会不会，谢谢你们来看我。13号星期五，今天是 Black Friday 吗？黑色星期五，还是有什么另外的讲法？英文？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很哦？对，今天13号辛苦，难怪那么多人，是这样吗？好，要来看哦。谢谢空白分享的直播间，大家怎么点啊 ？Hello 兔兔，晚安。敏，晚安。青苹果 ，Hello。大家有买这个吗？这个扇扇，我们 Bellflower 的应援扇。敏，谢谢敏送的玫瑰。安安青苹果，谢谢空白送的心动巧克力。Hello， 我干旱，我水果干旱，还要买吗？这个超漂亮的，而且我后来发现，我的纯色的颜色跟其他钱币好像有点比较深了。就整个颜色比较黄一点，还没买，大家可以买，这超漂亮的，不买会后悔。Hello 卡丘，牛排，哎，牛排很久没有来了，哎呦，Hello 高桥城。什么？这个套子是外面有卖吗？这个吗？这个套子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妹妹帮我准备的。怎么一秒掉没？超没你输闪就闪了吗？看到土味土豆豆花 ，sorry。哈
Hello， 小杰，杏婷，晚安。Hello， 天天，天天回来了。Hello， 杏婷，啊不，杏婷送我心动巧克力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花生糖送我心动巧克力。那个我是国术改革，名字为什么要改啦？我想说谁？第一次看到土豆豆花。土豆豆花果树 ，OK， 我记起来了。百万直播主，谁？果树吗？果树是百万直播主、哦。为什么是百万直播主 ？Hello， 天天你你，因为在七七台会哦，原来百变果树，他要你认他头像。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哦，偶尔开个直播、哦，原来如此。国术粉站出来，国术的粉丝吗？等一下，这个我刚一撕起来就应该不会掉。Hello， 上庭。嗯。谢谢这个。哎，等一下。等一下，都是李尚廷啊！等一下，我真的不行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讲感言的时候，我原本其实没有要哭的，我就是哦，谢谢大家，就是很开心可以被分到 Bellflower 这里嘛，然后就是很开心，也觉得很幸运，然后因为大家都很团结，这些为何我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哎、欸，然后呢，结果呢，我只讲说谢谢大家做英语的时候，我原本很冷静的说，结果就你居然就说啊不要哭，然后就大家就说啊不要哭，然后就哦怎么办怎么办，我好像有点想哭怎么办，然后就谢谢大家送英语，那个是英语讲话讲不清楚，对喊不要哭越想哭，真的其实没有喊不要哭这件事情都没有事情。谢谢小周天天送的真情告白。底下这一直掉哎、欸，乱圆呐！真的原本没有要哭的，其实。谢谢刘建国送的蓝色应援棒，就你呀、啊！我这原本没有要哭哎、欸。Hello 小易，你知道我们喊不要哭，就是要让你们哭哦？真的吗？真的吗？原来是这样。Hello 妮妮。哦，Hello，Hello，Hello。以后你说感觉我一定闭嘴。然后等下就为什么没有人讲话呢？啊，不要哭，然后我又哭了。谢谢嗡嗡送的 love， 还有玫瑰。早安安，安安在哪里？哦，这是过去式了。哦，好，拜拜兔兔。Hello， 浩浩。好想看安安哭的样子。哎、欸，小豆现在不是有拍那个吗？那天我有看那个、欸、让 life， 你的头贴是拿着、啊、然后在那个，这样是吧？抱歉，我钻石只有七颗，没关系，我送你红包。哎、欸，我现在还有多少钻石了？我好像还有800多吧。Hello， 田中豆粒王。招财猫对动物，谢谢。被发现了吗？嗡嗡课已经课起来，不要逼嗡嗡啦。我可能下次去嗡嗡台送红包，然后嗡嗡要借抢。还是你们要送红包给嗡嗡？嗡嗡可以抢红包。我那天告诉嗡嗡就说，你知道我红包的那个，我那个浪花都哪来？我就说，哦，因为我都去别人的台抢红包，所以呢，然后再去送别人礼物，然后就有中奖的机会，所以你就是一种投资的概念吗？投资理财，越钱滚钱，对。哦哦哦，哎，我讲到哎、欸，谢谢国树送的红包。Hello， 叫，代代 ，Hello， 客报礼物全部给安安，没有，我会送，我要送给嗡嗡红包，哎、欸，红包吗？浪花。都抢了，我有抢到，我抢到22个，
谢汪汪送的 love， 小杰送的心动巧克力 ，Kevin Rain 送的幸运世界茶，呜呜呜呜，谢谢谢谢谢谢陆爷送的好多的 love， 谢谢小杰送的，谢谢小周芊芊送的超多的幸运世界茶，定 MJ， 这是什么？爱的许愿池中奖机会，那要怎么用啊？哎，啊、哦、好，等一下哦，定 MJ。谢谢令 MJ 送的男生音乐包，轩轩送的 Kiss 啾啾 ，Kevin Ren 送的小狗娃娃，安好会抢包，没有就手速快了一点，可是我刚点很慢，其实就是可能网速比较好一点。广告，挂听好边打电动 ，OK OK， 谢谢小乐先生送的锦鲤。我要来用看看这个哦，所以哎，再转啊，会有什么东西？哎，无法自己在自己的里面用了，气死！气死了！我想说，哎，可以用在自己直播间哦，不错哦。就谢谢小周先生送的鲜花，爱你哦，谢谢。哎、欸，他这嘴原来是这边哦。Hello， 乔达叔。Hello， 伊恩，晚安，晚安。是 disco 吗？比如说我们二级生都在吃播。谢谢伊恩送的心动巧克力。大家时间都好忙，就是来不及吃饭。哎、欸，我想起来那个，我有看到大家的 label 哎、欸，现在很多人在播吗？十一个。Hello， 刘建谷。线上十一人，好多、哦。今天礼拜几？礼拜五。小小地雷，礼拜五。可是会不会下礼拜又很少人？新野人送 love， 谢谢你。Hello， 南泥蛙。Hello， 高桥成。成哥是吗？然后光速溜走。有机会表演乐器吗？嗯，有机会的话可以啊，只是可能要伤你们的耳朵了。对，我乐器真的没有到很精通。谢谢小周芊芊送告白气球，我有一个好运机会。抽奖愿爱的许愿池抽奖机会，祝我好运。好的，真的不能自己用了，真的好烦哦。Hello， 偶是八八，笑什么？就是他叫偶是啊，偶是八八。谢谢小周先生的心之冠。那每次新之冠的时候都好想笑啊！嗨，第一次来，嗯，好啊，欢迎你，以后都可以来看我的直播。是刚学的意思吗？没有、哦，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就标准就那种
不练琴的学生，嗯，对。我的小提琴，请您拿四五六。五年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国二、国三、五年级啊，五年啊，五年。然后我钢琴学了大白，加六七，再加三，十一年了吧？没有，算十年，因为我国三那阵子停了一下。然后我真的。钢琴真的很烂，没办法跟前辈们就是比。哎、欸，我上前上礼拜吗？我去，哎、欸，不对，应该是上礼拜了吧？上礼拜，上礼拜，应该上礼拜。然后我去考了检定，结果我只考八级而已。然后没有过，哈喽小野刚默默，哈鲁卡村民，哈鲁卡是遥香吗？是吧？春香遥香遥香，我先贡完，谢谢文文贡完送的。放的玫瑰什么的检定啊，钢琴呵，哎、欸，就是钢琴检定，嗯，我要重新练了，因为其实我是没有时间去练习嘛，对，平常太忙了。好啦，虽然其实我回家也不会弹钢琴啊。刚刚走路回家，好健康哦。Sorry， 英国皇家是什么啦？我知道英国皇家，只是我没有办法考那么厉害的东西。我是小朋友的钢琴，就这个程度，太可怕了。小鸡，我来吃我番茄，饭后要吃水果。不过能考检定也是一个成果了。没有，我认真讲，八级的真的很简单。安安看过我 level 还可以吗？可以，很 OK。最喜欢别人给我直直的建议了。英国皇家跟圣三一，那。应该说在我们还有吗？就是比较常是和或雅马哈，就是小朋友的检定。Hello， 新恩同学，宽宽龙龙俊俊 ，Hello， 低调的会员 I， 晚安晚安。在家是没有时间弹吗？当然不是啊，就只是没有练习而已。因为大家知道，就是通常小朋友会学钢琴这件事都是家长逼的，嗯。谢谢低调的会员来分享的直播间。我不是皇家啦，还是皇家就是雅马哈，应该不是吧？不是吧？我是和的检定，就是在考的检定内容比较通常都是测你的曲子，田中感觉什么都会点，对啊，田中都有感觉什么都很强，不知道什么听的名字也很强。呵呵的哦，对啊，是不是有点
哎，手表啊！我要电脑。我是三叶，雅马哈吗？二姐姐，你遇到几级了？谢谢小周天天送的纸网苹果糖，谢谢六姨，六而已吗？完蛋了，不行啊，粉丝都太有才了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八考不过哎，我那个什么四奏，不对，是指定曲，因为我还没有练很熟，然后。我就说拜托不要考那首，测你哎，拜了嘛是哪一个、啊？然后就是，等一下、喔，就是我刚刚讲到什么、啊？东西出来。好，我吃完了，然后呢？我刚刚讲哪里？哦，对，我刚刚讲我检定的人，我那个，我指定曲我选是38跟53首，结果呢，因为我53首蛮熟的，可是38超级不熟，我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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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超级慢，可能大概速度只有40而已吧，对。然后呢，评审老师给我的分数呢？你们猜他给我多少？他给我低耶、欸，他给我低耶、欸。然后我的四奏是最难的，我四奏也低耶、欸。因为重点是我听众蛮有把握，而且我几乎没有弹错，然后他就想给我 C。然后指定曲我弹的超，我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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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弹，然后就弹快，然后就还给我 C， 那什么？哦，真的吗？哪里呀、啊、？Hello， 一七哥，四周还好吧？我是听周不行，还是颇高。Sorry， 我是听周，四周我真的不行。我觉得我那种懒得看的人，我就是看到一半，为什么没有音乐啦？然后看一半就算的。然后我是下一首是 Green Flash， Go Go。我的时间我自己决定，我彭细文。跳过，嘿 ，Hello 玉安 DJ， 什么合格条件是，就是老师觉得你弹的怎么样啊？蛮，哦，好，等一下哦，对，我就等默默看，我看什么东西，没关系啊，就是大家都有各自己的所长嘛，像我不行就是数学，合格条件是 B。C 都可以过，可是我 D 太多了。听众，你们是听我在唱吗？在弹吗？就是，刚刚弹说噔噔噔噔噔，然后弹到哆咪嗦哆嘛，然后我们就要弹哆咪嗦嗦哆，对。嗯，我国文真的没有很烂，我只是刚好不知道那个字念赢而已。因为我那天我就。唱我就讲，好汉无根的边界，这太好笑了啦！然后我就被一家前面还瑞这边笑了。Hello 何恩，今天是讨论国文好不好哟？国文吗？谢谢何恩送的心动巧克力。谢谢玉安送的韩式滑鼠，刚看到很漂亮，呀，一个大的，谢谢。Hello， 森森，今天晚上在家里吃韩式烧烤，烧烤吗？感觉下次可以去吃一下。我其实很少吃烧烤的东西，因为那个每次吃完味道好重。
刚下课忙下，好，拜拜。他是英文对齐题，哎，可以讲吗？可以吗？播了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讲说的谁，对不对？我全对哦，可以讲吧？我全对。全对 ，easy easy， 哎、欸，那超简单的，这认真简单的 ，the master， the master duck， 哦，对了，刚才没看哦，对不起，嘟嘟我什么口白哦。可是很多人没有全对是吗？啊、哦，太忙！我们一定要我们刚刚念完一遍。可是很多人没有全对是吗？哎、欸，全对好像对，因为刚前面已经有人讲过了，你太晚来了。现在太多人在开播，电脑城市一直在飙车。天哪，那个今天直播真的撞很可怕。谢谢波波送的掌声鼓励。好了，我等一下念一次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现在几点？42分。我们几点讲？我们9:30讲。Hello， 兔兔。等一下来，我看一下我们。这很像哪一题呀、啊、？The mother duck。Across the street, leading 啊，可那时候应该送人家哦，好吧，那我们改9:00呢。哦 ，Hello 志祥，哎、欸，志祥，我看到你的 level 哎、欸，然后我要跟你说要迟来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田中老师的心心相印。你可以送我去逛，你要送，好好笑。不会不会，因为原本想说要什么时候开播、啊，我原本想说要10号，可是我后来忘记我什么原因没有播。为什么我后来没选那天呢、啊？好奇怪、啊！那是什么、啊？那个影片叫什么？生死斗是吧 ？PTP。看病毒好不好？哎、欸，我那天真的认真的看你，我真的看着你跳，因为我不知道看哪里，就刚好正前方是你哦。好吧，那就带着星星病毒的你 ，OK。谢谢田中队员送的玫瑰。哎、欸，之前我有看到你的那个哎牌牌，顶端，然后写加两个字。很亮，因为我不知道看哪里啊，所以就只好看着前方，然后你前方刚好，哎，我前方刚好就是你，所以就，对啦，这题啦 ，Look at the picture. The mother duck is leading the baby ducks across the street.应该看得到，可是我看不到你的脸，可是我有看到牌，很明显。好哦，就对啊，对啊。哎、欸，我对你很好哎、欸，我还看着你跳。天使尾巴想让我飞上，飞上台。哎、欸，我刚刚最想你说是熬夜做的，真的辛苦了，非常谢谢你。
没事，之后有机会。对，我们下次我再讲一次，我们下次是3月13呢。哎 ，sorry， 4月，我们3月13已经过去了，是今天了，是4月13。Hello， 傻姑的樱花在学中文。啊，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在学中文。大家会来看吗？安安上线没？上线了吗？好像还没，怎么办？凌晨2点去超商买道具做的。天哪，凌晨2点？哦，对，然后那天超好笑。我们是3月8号嘛？等一下啊，我要先点下这个。我们3月8号迷你康什么？谢谢 Sakura 送的玫瑰，巴拉巴拉巴拉，阿里嘎多，ロザイマス。然后我还没讲完，3月8号是名堂水。然后那天前一天，我跟熊妹两个人，还有汪汪在练舞。然后因为我跟熊妹两个人的那个歌词还没有背到很熟，练舞啊。没有啊，我说我们在练舞，然后就结果我们晚上因为熊妹来找我，也不是玩，我们就一起练习。Hello， 陈哥，你这样会不会太那个啊？高桥成 ，Hello， 然后我们两个人因为歌词还没有记得很熟，所以我们就熬夜背到5点，我们就从12点，11点多开始背吧。然后就一直背，我们就念，一直念，然后躺在床上这样背，然后5点了，然后我们8点起来，睡了3个小时。你昨天还那么有体力哦？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人在很疲累的状态下，你知道人在很累的时候，然后睡了一下，然后再起来那瞬间，你就会觉得哦，精神超好的，所以就是没有到很累。可是熊妹很累，这么赶，你知道背歌词吗？因为很怕背不起来。我那时候我夕阳还没有背到很熟，所以我那个超级就是完蛋，就是完蛋了，会有肾上腺素，然后就醒了。啊哦，然后讲的超好笑，因为我是那种闹钟会设8点，然后8点10分、8点20，然后一度设到9点，对，然后结果呢，我就是听到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按掉，然后熊妹第一个就被我吵起来了，然后就继续划她的手机，还上厕所之类的，然后我就继续睡我的觉，睡到9点。然后每10分钟响一次，然后他就说你闹钟是10分钟响一次，10分响一次，20分响一次，然后48分还响一次，然后一直看，超好笑。看时间呢、啊，我没有骂脏话，不要再怀疑我了。不能久留，拜拜。哎，你要走了吗 ？Give me five， 哦，这是那个乐团，对不对？因为是10分钟也是，因为那样子超有用嘛，就是你其实真的想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按到那个，时间差不多了，该起床喽。Hello 鸡饲养，公演时没唱错吧？我蛮认真看，毫无破绽，应该只是毫无破绽而已。好，可是好了，我真的有唱了，我有认真唱，我就是那个饼干到。侧面的时候，然后我前面是北极星，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会这样，
然后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因为那段我忘记了，一瞬间。可是回过神来就啊想起来了，太棒了！你有认真唱？对啊，我有认真唱。小主家有跟踪他唱什么？有，我跟周周前辈蛮好，我自己讲吗？我蛮喜欢周周前辈的，很喜欢周周前辈超可爱的。只是有一项错误哦，对啊，我第一首是什么 ？River 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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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哪一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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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应该我原本要讲，可是我就手忘记，我就哒哒哒哒。那时候我是喊 uncle， 真的吗？谢谢你，北京，因为好大声，我没什么听到。因为我最后有听到你讲话，你自己在还唱笑场，然后我就，对，那欧尼组队我还提早转，我就转回来，因为我头发就卡了，就，然后就拨一下好了，然后就我转换跳大起来转一圈，就哦完蛋了，然后继续，怎样都可以，只要有你。Hello， 十一万，这脸好丑哦。我好像怕你没听到，我喊啊不要哭就这样，因为那时候只有你喊一个人喊说啊不要哭，然后超大声，太明显了，那真的超大声，啊不要哭，然后全部就啊不要哭不要哭，然后就，你要就真的是，每次不要人家说不要哭啦不要哭啦，你就越想哭，这什么，什么效应啊？是效应吗？那你看一下你是据点王哦，一直好哦好哦好哦，那我也不知道回什么的、啊。馅饼超好吃 ，Hello， 谢尔东，那你我安安晚安。因为你是像我啊，你就喊说安安不要哭啊。嗯 ，Hello， 柯柯，晴湖，谢谢男生送的玫瑰。那、啊、下一首是那个本家的《勇往直前》，我怎么在就在那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因为我哭完就下来就没有眼泪了，对。其实哭就是真的就是一阵子突然就想哭，对。哇，今天人气一直掉耶，太多人了，我要这样想起。哭一个我也想哭吗？就是看到大家想哎、欸、看到哭就是边哭就会想要哭，嗯。心野什么？Hello， 新野人。哦，看到乐团我就想到，然后，我学校社团是加热音社嘛，结果我原本是选吉他，可是我发现我的手好像我没法弯呢，就是我手太没法按，然后我就转贝斯了，可是我还没买乐器。因为吉他太多人了啦，吉他有几个、啊？吉他那个五六个，然后贝斯只有一个，所以我就只好一个，那我就去贝斯吧。哭一个我也，嗯，哎，夏婷也哭了，你要哭哦。然后我妹妹还有时候还想哭。谢谢扣扣栽种男人叫信婷 ，Hello。问大家，你们最近有那个吗？一到晚上就很想要睡觉。谢谢迅婷送的 Love You。
我觉得太多人如果没有讲话就哭，我可能会笑出来。就是没有一开始没有讲话就想哭，这样笑出来。就是我们在哭，真的吗？哎，上学你一年，我有看我们在是什么勇往直前吗？还是哪一首的时候，我们就滑手机，绿色的手灯的时候滑手机，那个时候是往下面看，应该说很刚好吧，我就是位置都是在右边嘛，嗯。还有小易。你手机，那你在看什么？所以我就是有在手的时候，你就会往下看看。哦，这首歌我有点没有记首歌词。哦，你在按手灯哦，原来如此。夜蓝林，海豚。欧西 ，Hello， 等下，我们等副歌结束。停！我要无限重播那个我们的夕阳。我们今天到结尾就一直在听夕阳。哎，你这是新型病毒哎、欸！好吧，那我们就来听星星。哦，刚刚发生什么事呢？我的手机，点我的手机，刚停了下来。我的手机刚跳出来提示，手机剩余20%，我要充电。安安病毒。哎、欸，这边刚刚瞬移了，对，我手机要没电了。当麦不真的很那个哎、欸，耗电。荒谬，关于故事的开头，找不到线索，想不起来任何理由。口白重播3次就好，3遍吗？等一下，我要他苹果。我今天是水果派的，刚是番茄，现在是苹果，开吃吧。不收声，往东往西都为你。这什么？1314。Hello， 玉超，20%成功吗？开始充电了。抽边的，爸，不停的追问你究竟喜欢他哪一点？抽边的，或许因为从不曾遇见，谢谢科科送我初心者徽章，嗯。想起当天你在什么样子的，那么我那差点跳错了，准备要跳错了哦。恭喜玉超中了20倍大奖，谢谢你送的宝。女孩发作，属于女孩的寂寞，带有新型病毒的你，我变得不像自己，越自越错，到不行。对，我差点跳出，我手卡了一下。嗯嗯，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等一下啦，我们重来变啦，等我吃完，我们先等前辈念完。喜欢上你了。我那时候想讲说，但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事故吗？再读一遍。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
的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换不走奢望。错了，都怪你，换不走奢望东往西，都怪你。这样应该比较有压力，那我们再回去吧。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不能让他速度念，但我们会卡住。等一下，我们先等他念完。不要笑了，等一下我抓不到 get 不到那个点。别笑场啊，很好笑哎、欸，我就觉得很蛮轻，还好我不是念口白的人。你要不要直接自己念？我也觉得、欸，来吧。可是这太安静，我会怕怕，我会怕的。还是你要讲日文看看，等下日文的怎么讲 ？Hello, cat wook。怕怕，对，我刚刚讲的叠字有点 kimoji wa lui。 怎样？什么？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烂啦。我就烂。等下，我刚刚牙齿上面卡了一个。我刚卡翻起来上面，好笑。不要笑了，笑什么啦？啊，我刚刚就吃番茄啊。我刚刚吃番茄嘛，你想变小心吗？我可以帮你。不要，先不要。咖啡，姐姐不行，哦哟，等下下次干净了吗？帮我看一下，干净的。然后我玩到偶像版的家安，在这边。哦天啊，刚刚太好笑了吧！我刚刚直接一片卡在这边哎。最爱的你。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矣。连默契也一往一往矣，忘记。真的爱意，随着心狂奔。啊，第一段考错了。哎。因为前面的时候电池还都会抓住我太远。今天开到几点了？10:30。我到明天，我明天也是开到10:30，然后之后就应该是开到10点，就是2个小时。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情，是一如往情还是一如往意啊？一如往昔呀、啊，一如往昔。看来错过精彩的地方了，什么精彩的地方？你说刚刚卡番茄吗？好，拜拜。错边嘞，我看你坐反这边。然后我和你今天而已，只要有你，最好就让我将城市住得亲密，随着地名。回到朋友关系。嘿，
这个我还跳错哎，这原本这两个，然后我忘记做这个。哦，这原本有这个噔噔噔，我就直接这样做。飞出去了，你看，苹果飞出去了，飞出去了。嗯，等一下，苹果飞出去了啦。趴地上了，他刚飞出去打到墙壁。你今天是要让我几点睡啊？今天十点半结束吧？怎么了？你会睡到十二点哦？原来是事故偶像。我要重播这首歌，不要想要来记夕阳的歌词全部，因为我之前只有记我的 part 而已。这怎么用啊？我都被说是电脑白痴，干嘛？给你。检视故啊，可是刚刚没有看到飞出去那个 part。好，拜拜。Hello， 北极星。检视故啊，难不死。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还没投降你。我一直唱着我那段呐、啊。把天空那天感动到哭的安还给我。哎呀，求小帮忙。小帮忙，小帮手视角。你说什么？你说飞出去的吗？我刚才噔噔噔，然后苹果一样飞出去了。想看事故从。重播事故，可是好像刚刚看到飞出去那个嘛，是我当手掌，然后就后来就没了。谢谢潘长寿今天的巧克力，不要再费事，不会不会，我不会把弄进去的，没有对不对 ？Hello， 手烫。变成日常，飞出去的时候在镜头外，对不对？就不会再飞了。站脸旁，你不怕落地灯拍打成雨里的翅膀？开始。Hello， 爱之小妹妹的小薰。折纸，原来如此。Hello, Only Alpha。我们这两天就是吃播哎。你们有想要看什么吗？视频我知道谁卖什么，我一开始想要干嘛呢？因为我今天
有计划原本是就是跟你们聊命令控的心得，可是我好像讲完了。对，看暗暗吗？但是你们会很无聊哎、欸。Hello， 南泥蛙。那那只手机有电吗？电池。我想要把我钻石送自己钻石。这完全没电了，没充，按不开。星之罐跑去哪？就这些。什么？刚刚有送星之罐，然后没有出来吗？还是熬毁了？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却总会失望。偶尔还不是还没悲伤有趣，就算还不差。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烦恼牵挂为自己回路如下，你的目光就是想说的话，为一个人假装坚强啊，好难记哦。没有啦，我记不起来歌词。Hello， 听雪哥阿翔哦，谢谢你送啊，不是你送，你设计的应援扇。等一下，谢谢你，我有拿到。我一拜就忘词了，因为你知道是像背国文就一样，你。考试考默写，你背完就忘记了，对，短暂性的记忆而已。那超过的后面还有那个 QR code， 是 IG 的对不对？那可以扫 QR code。谢谢。Hello Andy JR，Hello 西西，哎西西好久不见，晚安苦味羊奶。Hello， 谢谢 Andy 家送的蜂蜜柠檬水，是想送的祭送的，是想送的祭点金鱼，谢谢。是 IKEA 要求，真的吗？因为 IKEA 先去送人，有很久吗？很久吧。哎，我们，哎，我有看到西西耶，就那天 mini con 的时候。哎、欸，上次什么上？八号，一个礼拜了。佳恩的声音很特别，真的吗？很特别吗？咦，我有看到曹正真的认真，那天很多拿印这个，很多拿这个，真的就是当看过去就是安就好多。蛮好认的啊，西西，西西很好认。应该没有看过我。哎、欸，你知道，对我没有看过你。等等，为什么你会拿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拿到、啊。哦，我妹妹吧，小帮手给我的。西西是知名粉丝啊，对啊，西西是知名粉丝。当然是拿单手脚的，真的。哎、欸，他帮我做那个、欸，我每天自己帮我做那个手灯里面的那个。香港暂时不能来台湾，嗯，被封了对不对 ？Hello 早葵，隔离吗？
隔离，就是都不难来，是，嗯，原来如此，对，对，一切好像只有发给粉丝一对，我妹妹有去拿，我跟她讲，Hello， 闪套专业是吧？就是追星必要的。小巨蛋也不是有去，有啊，有啊，有啊。你知道那个谁，本家的，对我有去，被安安认证了，西西超有名的、啊。我们社工有去，我有看到哎、欸。然后那时候那个塔瓦哥还在外面发 CD， 特工有去。我刚讲一样话吗？就是人家拍照嘛，外面巨小巨蛋。不敢当，没有啦，真的很知名啊。Hello， 又又，对，就是是那个对不对？就是原本就是，我记得是哪一单啊？二单对不对？葵姐在这，我是小小。葵姐吗？小葵，小葵，小葵，早葵，都很有名呢。知名粉丝小杰 ，Hello。晚葵，早葵，晚葵，午葵。这开名字玩笑好吗？小葵，我刚刚不小心嘴巴闹红。变脚葵了，晚上是晚葵，不像我这样。田中太晚也超有名的，好不好？我也知道，哎、欸，这电脑可以变压平的，好酷哦、喔！酷、喔，还是电脑其实都可以这样，是我电脑白痴。我是电脑白痴、欸，我那天下载那个 Fortnite， 可是我玩了一天，我就想要删掉，可是我发现我不会删。你要退下，串通好。你说，早葵午葵晚葵吗？脚葵哦，没有，我是啊。重新开始删掉，变成日常步伐。给精灵听到他哒哒这样哒哒鼓掌嘿，嗯，还有乔扎夫，我们要来找点事情做吧，你们想要看什么？可以拉小提琴吗？你会伤大家耳朵啊，好像真的很伤，怎么办？我已经快一年没有碰小提琴这个东西了。等会再如何陷入哈哈。他的自强，哎、欸，电池电力不足，剩多少？剩十排，哈，怎么都没电？应该可以讲，还有29分钟可以用。你们看直播喜欢看就是很常开直播，然后一次可能播一个小时，还是喜欢看一周播两次，然后每次播2个小时左右 ？Hello， 黑哥晚安。不准偷看 ，Hello。为什么不准偷看？我喜欢看每个别人长的那种，少量多餐比较好，是吗？嗯。
原来如此。嗯，但是你会比较累。嗯，你要这样吗？等一下，我先咬完。等一下，我还没准备。谢谢志祥送的新之冠，大多数都是两次的样子。嗯，两次，然后两个小时，对不对？大部分的人，哎，玲玲是一点五，没有说玲玲都播一点五小时啊。少量多餐了。两次，我想想看他怎么分配哦。因为我通常都是想说平日一次，然后，哎，等一下我先讲，我通常都是礼拜三跟礼拜六来直播嘛。可是呢，月婷是一周一次，两小时。然后。我之后没办法礼拜三直播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数学，我要重补修了。对，我数学要重补修了。Hello， 林果牛排青湖 ，Patty，Hello。对啊，真的很惨，高一耶。可是那天是谁啊？是谁？一家前辈就说，他跟我说他。高一的时候数学不太好，国文吗？我国文稳过啊，但是稳过啊，当 QQ。数学很难吗？我，等一下，我数学很不擅长，对，所以被死当了。Hello， 奇洛库玛，是吧？奇洛库玛，奇洛库玛，我在以前就是一针太神。你的头先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是什么排列组合？没有，高一的时候，现在在学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就是现在高一下学期是在上那个那什么啊，等比级数哦。然后老师上来了，我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知道等差，然后那个考卷超简单的，我考了100分，可能也就那张而已吧。英文补修3年路过，我英文没有补考过，数列与级数是吗？你要帮我拿吗？我讲义我看一下，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不开，算了。S N 好像是那个，可是更难的。头贴是邱肥康子，很萌吧，蛮可爱的。那个就是背公式，我没办法啦，真的不行。高中数学，这本大家有看到吗？全新的，我真的是没有翻开它过，因为老师都上讲义，然后老师上讲义那本都只有女中在用，然后我们学校就说没关系，我们也用那本上。然后老师说你们要换课本上嘛，因为真的太难，有其他班已经开始用课本上了，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应该不用吧，你们的数学程度还不错啊，等到真的听不下去，没办法撑住下去，我们再换课本上好吗？啊，就一开始就听不懂了，我们要怎么先学难的？他就是那种说你用讲义题目去带，然后你就会了解其中的内容啊，就是听不懂啊，要怎么从里面？现在学这个、啊，你看我还没有折过哎、欸，还没有折过它，认真没用过，就是这什么、啊、实数式的运算绝对值，这什么直线方程式哦，这段我学超不好，还有多项式不等式，一次与二次函数、二次函数、三次函数，真不行。
9.9成新，真的，我觉得这本可以卖，而且我连名字都没写，全新，一本售价9999，真的超新的，然后可以送给下一届的学妹，勾搭小学妹，老师上课不用课本超怪，真的很怪，可是安安长得一副聪明点，我是长聪明点啊，是吧？就是大家说我看蛮聪明，可是其实聪明的点不在于会读书这件事情，熟吗？好像是国三，对不对？你要接受男男的108课吧，我是第一届的白老鼠，你是第二届的学生。没有人上课用课本，没有吗？可是就不懂喽。要怎么用讲义，因为讲义的题目已经比较难，所以就不会了，还是就是不会啊，就是已经不会了，然后你再听难的东西就是越来越不会啊，然后你就会崩溃，然后就会蹦，对，就不会了。Hello 雨过天晴，晚安。他叫艾斯，艾斯吗？他是数学老师，家教对不对？不要比熊妹笨就好。熊妹吗？熊妹，我觉得熊妹跟我其实差不多哎。不等的话，一定是要去看课本比较好上手，是吧？就是不会的就看讲义，还是不懂。色彩选择，我选这个音色。今天看到几点？今天看到10:30。我明天要早起。啊！你看这好丑，怎么会这么丑？Hello， 杨雄。耳朵冒烟，对，砰 ！Hello， 维尼，北极星，要不要一起叫？重新开始闪亮，当匆忙，提起什么都能变成日常。真的？可能我们都在背歌词吧。因为我今天明天看已经到现在，我因为那熬夜你知道就那种短暂记忆，我可能需要图像记忆法，没电了，没电了，开始再期待四月的 Miko 最想要来看吗？在4月13号星期一。还有单细胞，7点了。好，我手机有电了。然后我想要先下载浪奈夫，我想要把我之前的账号的钻石送给我自己。但不用掉太浪费了，实在是太浪费了。我赌他到前两排。为什么星之冠的时间那么短呢、啊？我主唱想就剃光头，剃光头吗？剃光头不要吧！我想坐前面，坐前面的感觉真的很爽，这样可以讲很爽，就很爽。近距离看偶像。Hello Akira， 我想坐前座。前座，不是侧席比较香，可是我要看表演是坐前座比较，是比较 pass 的，是吧？因为学生一定没办法，平日对不对？等一下我来播歌，我们的直播歌单，我标题叫做 AKB 直播歌单，开始播放。
第一集就这么圣诞节吗？大学生可以翘课，大学生可以翘课，可是七有什么七点这么久吗？谢谢阿 Kita 送蓝色应援棒，我说红色应援棒。Merry Christmas， 对不起，对不起，在台北表示幸福。我上次看之前是念那个对不对？等一下不要讲，我想一下，四行，台中的大学。哦，对哦，台中。西西念哪里呀、啊？台中哪里 ？Hello， 无嘎一声推 TP， 你好，谢谢维尼送的初心者徽章。翘课翘起来，有课最晚到九点，真的哦。我以为大学就什么早八是最早，然后大概五点就放学，没有，有到。十点，我刚刚给我看直播，他说你超可爱，真的吗？谢谢，谢谢。初见 B 主公也都会看到，可以叫乌嘎，好乌嘎乌嘎，叫乌嘎还是乌嘎？乌嘎比较。六月 B 也就能全餐了，赞赞，恭喜！哎，现在不行，还不能恭喜你，还没有会考，还好念书。有空就念书，算了，我要分享我的，哎，我分享过吗？没有吗？没关系，我再讲，我有分享过啊。等一下，闭着眼。去中山一哦，嘻嘻，神呐、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啊！我的上课会等下直接断掉啊，就是这边直接。没事的，他很赞。爆出来什么？爆出来？竟然爆出来什么？什么啦？吓到，对不起，我也吓到。等一下，你说牛排，你说什么？我爆出来什么？学校吗？没有啊，我刚没讲啊。哦，自己讲的学校哦。他那个 IG 太明显了，算了，这个胶带已经不粘了，没关系，我们就这样抱着。他那个 IG， 我会去查水表。空空 ，Hello， 好热哦。这种扇子会扇会坏掉吗？因为女生风啊，然后等下我刘海全没，然后就看到我高发际线，它要掉下来吗？对，它又掉下来了。助手要帮我扇女生风了。这样不行啊，这样没有女生风，你要从这边。现在卷销两个月而已，真的吗？两个月？哦，你八月的吗？那这样大我一年呢，就是一届。我来啦，我要自己扇女神风。这没有那种 feel 哎。算了，我放弃。Hello 九蛋，浩毅，这好热哦。我电话已经开窍，开窍了，开炸了。不行，我们算了，就这样吧。Hello， 浩毅，晚安。小帮手加油，露头也不错啊。通风，通风。我的头太高了啦，发际线太高了，这很奇怪欸。我以前是这样留这种头，可是越来越奇怪了。女神还是济公啊？济公，这个不行啊。然后额头反光耶，高光高额头，嘻嘻，真对不对？超高的，认真高，不行啊，太高了啦！台风天的现场转播，好笑、哦，真的不行啊，这太高了啦，太高了，好高哦！等一下，
我就完了，我可能到二十岁要去植发了。谢谢柯柯送的新人驾到。我刚刚其实有用电离子夹弄一下，可是我弄坏了。复古十一岁，你说十一岁吗？欸，可是我十一岁发际线没那么高，我是后来就一直绑平波，然后他就会可能我知道他二十岁就到这里来了，完了啊，秃头欸，那叫什么哈给哦，秃头就哈给吗？哈给是吗？谢谢谢谢吴嘎送的心动巧克力。嗯 ，Hello， 萱萱回来，现在没有秃头人生，觉得儿童看真的吗？秃头怎样就真的哦？万灵，谢谢，儿童很漂亮吗？好像没有秃头人设，这搞得我清朝人吗？就真的很高啊！哦、算了，好高哦，等一下。我以后我觉得我可以戴假发，感觉秃头比较好看。不要这样，丁丁，不 OK 哦，母汤。谢谢西西送的心动巧克力，心动。啊，恭喜西西中了十倍，心动。Shoot night，shoot side 吗 ？Shoot side，shoot side。什么感觉？秃头这真的不行。万一讲话很过分哦，太过分哦，把你们 ban 掉，好笑哦。Hello， 高登大厨第二期没有我 ，Golden 吗？秃头比较好看，不行，对啊，额头高心动，真哦，真的很高哎，不行，母汤。陈小杰 ，Hello。哪有，你平常会呛我好不好？对啊，我是呛辣大师，小辣椒 TP 小辣椒，好笑哦，想听吗？这不行啊，就上去好，我要再输了，等下就输越掉越多。哇，小辣椒，我讲话很直，我要呛玲玲。在讲什么？我们平常讲什么？泡菜是很呛吗？我不喜欢吃泡菜，甜泡菜我 OK， 辣的不行。嗯，玲玲 TP 辣椒双人组，好好笑，玲玲，你有看到生死豆？我那天传给玲玲，我就说，欸，你看你的生死豆名字，一个零是打对，一个是错的。康菲选那种烂 ，I hate you baby， don't make me love。拉不起来欸，有点像那个小朋友喝汽水哦。对，我还没喝我今天饮料欸，今天的饮料，对不起，品牌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什么就对了，应该知道吧？大家喝过啊？我想到那个是什么新闻稿吗？就说还是有粉丝在说熊妹很像那个小朋友刚喝完汽水的。熊妹是很可爱，快乐肥宅水真的。其实我后来我是去动漫展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叫做快乐肥宅水，肥宅水，哇，真的很爽。健身中的我表示好想喝，健身加油，我喝，我帮你喝。等一下，好，没事。就你哎，我问你不知道，就是那个啊 ，I hate you baby， don't make me laugh。喝慢一点，好，这个很容易呛。
那我问你之后，下次只会让 I hate you baby, don't make me laugh, 哈好笑。我又推荐吴婉玲前辈，就说哎、欸，你在前面哪一个很好看、啊？我先喝。落日一下 ，Hello， 干嘛？嗯哼哼哼哼哼，是哈对吗？不是吧是。真的很帅、欸，我来陪。还有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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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Hello， 子阳。嗯，错了。美女 ，Hello。我等下想要去别的直播间看看那个，试试看那个转盘哦。Hello， 子阳。那么歌都好好听，四十六的歌都好。46，四八这首歌很棒，《沉默的多数》。OK 吧 ？Hello，Hello IKEA， 送完了，我也来转个。你说歌曲吗 ？Hello Apple， 他还被我弄哭的安安。那我要说什么 ？Hello， 害我哭的 IKEA， 谢谢志强送的爱你哦，谢谢。哎、欸，这好像什么某个生物哎、欸，有吗？我上直播说要什么可以尝试其他发型。哎、欸，我那个。我之前等一下我肩膀算了敲一下，哎、欸，最近真的很酸，我先敲一下，等一下这太白痴了吧？好，想要 NG 听什么？清脆吗？推荐到我的头，等一下我等一下真的变清草人哦。肩颈上，对啊，我不知道什么哎、欸，我这边的肩膀好酸哦，就是那种你知道有一根针那边刺那种痛刺痛感。Hello， 易德补习完了，你要是偷看我，嗯，啊，是哦，对，谢谢易德帮我创那个 IG 的。现在粉丝团嘛，如果真的不舒服，还是要看医生。我也觉得，可是五十肩吗？我才十六岁哎，青春的十六岁。你也是，发生了手机滑太多，哎、欸，可能哦，就是躺在床上滑手机这件事。虽然那时候躺得很舒服，可是到时候真的会。Hello Ice， 那个敲锤是你平常就在用的吗？就是放在我房间的哎、啊。哦，对，我家的猫很爱玩那个，它放远它就这样，猫犬这样，不，超可爱的。十六肩吗？十六肩，等一下，十八岁关节炎，哈、啊，那我怎么办？我会 TP 关节炎。大家都傲少年，什么是傲少年？是台语吗？好热，被水淹也没查到是我用的吗？对啊，而且我还有截图哎、欸，你把我生日打错了，然后后来就改掉了。年上安安，真的好酸哦，马尾安。这里，嗯、他这卡在这，可是这边应该还有要一戳啊，啊，再戳，可以吗？
梳子吗？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比较多耶，好奇怪哦。没关系，就这样。你们哪一对？那时候一边被国文一边用觉得没事没事没事。被国文好认真哦，我弄什么国文默写？默写？国文默写，我都是考试的前十分钟背的。我猜好了，对这首，我记得那个对，雨林他们有去录，是这首吗？是吗？是这首吗？是吗？我有记错吗？你的国文就是我只是讲话口齿不清，我不是考试烂，我就是你知道。讲话跟实际上国文的能力不一样。好了，我要讲一个很烂的，我国文那什么中简、中高级国文，好烂。中高级是什么东西？你的 T 恤的名言好帅，这个吗？他写什么 ？Always pass。对不起。国文中高级，国文中检，中文检定，对，中检又级，对不起，我错了，我怎么刚刚没有说 ，sorry， 你不知道意思就买了吗？对啊，我就是好看就买了，对不起，考好多检定啊，可是我考好多检定都没有过哎，怎么办？好嘛，我中高级，中高级，中高级好像还。我就是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优等。西西真的很强哎、欸，西西学霸，怕爆！不要一直对不起啊，没有我喜欢讲对不起，只有中文而已。英检到哪了？对不起哦，我英检全民英检初级，我考了三次。对，都没有过，不好意思。我天，我还在说对不起，为什么我一直说对不起啊？只有中文是学霸，嘻嘻，学霸，社会主学，母语不是通。对啊，口白已经说过了啊、哦，我忘了、欸。哎、欸，我刚讲了吧？我刚讲完口白了吧？对啊，我讲完了，两次对。笑死，我也考三次没过，真的不行。不管聊英文，可以跟我用英文沟通，可是我，等下下面一片英文，然后我用英文回答你们，然后你就听到很破的英文。考试费付了三次，对，都没有过，可是我妈会帮我赚回来，我妈会去，不知道我妈会生气啊，就我会去监考检定。他要监考日文检定。你们今天不都是给分母去看？我也不知道，就是全民中检嘛。对，全民中检。嗯，我不知道，就学校都要考啊。一进去就要看你的能力，然后就考。考到旁边小朋友都变，旁边都变小朋友，后来就不考了。对，哎，好像是哎，就是年纪又越小。我进去考那个日文，那样 J 一。就反正就是日检的、啊，然后有那种小小孩，大概九岁左右吧，然后考 N5 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写过了，应该很破感觉。我有同学去吹了一学生，我考三次我就放弃了。我是英检中高级复试考三次，嘻嘻学霸哎、欸，真的。算安心了，我现在放什么文章呢？目前是在日常微定位，我觉得日常微定位吧，因为其实。好像没有什么招翻拍翻版翻白翻拍哦翻拍哦可是有什么机会可以翻拍对不对 Hello Luca Luca 一 Luca 一卡一卡刚刚说的是 CW 对全民中检晚安 Luca 晚安改天再去给你送钻石。我今天去检验事故，今天事故也好多，就是
今天是 Black Friday， 是这样用吗？好像不是，怎么办？西西真的很厉害，都还教我功课。西西，麻烦你前面补习没跟到。刚刚一德是有来偷看一眼，刚刚见每次都很难得。刚刚吃到一半，可是因为发生事故，我有点吃不下了。我已经吃完番茄跟稀饭，所以先这样吧。Too much。你让我熬夜了，熬夜熬起来，熬起来。我的数学怎么了？数学，你西西教吗？哎，有问题可以问，要怎么问？我们不能回啊。刚吃了不少，他说今天超多人，对，今天超多人，今天我刚，所以今天那个流量很低，今天有，刚刚多少22个人哦，可是刚有11个，一整天22个人直播，然后刚有11个人在同时直播，熬起还不是你搞的，嗯，对啊，安安都很晚睡嘛，我。等一下喔，我要讲什么啦？哦，我几点睡哦？我平常都是可能12点1点睡，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很累，我只要躺在床上就哦好想睡哦，然后就12点睡，好像差不多，可是就很累。我都没考过检定了，到底要读多少才考上？我嘻嘻，因为我也没考过。我简历都没有过，就考过中间而已。那很早睡啊，早上睡吗？我最近上课我都会眯眼，我最近上课都是这样的，桌子，然后我就这样撑着，我就这样，对我都这样睡。12点大学生活，夜生活是吧？夜冲之类的，虽然我要更晚一点睡睡，不然大家平常都几点睡啊？12点1点，对啊，就是这个时间。这首歌很好听耶，我原本一直很喜欢这首，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就是奶团要来台湾办演唱会那个 KK Keep 广告，是 KK Keep 广告，就是说 Nogizaka 46 要来台湾的，然后就被里面放这首，所以不应该直接趴下。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那个第几排那几个周家安，这题答案是什么？”然后我就不知道所以不能直接趴下去。你这样子睡，人家来才不会发现你在睡觉啊！而且外面巡堂的也会不知道你在睡觉，他也会肯定很认真这样看着你在写东西。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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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感動まかあたら、君がいるよ、なぜかわかった。我喜欢这首歌，换边。因为我对不起，我真的喜欢是德班的。是一样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只有学短板而已。这首很累，其实，可是我很喜欢这首。リフレ。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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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希望的什么啊？不是，那是。对不起，又错了。好吧，我只有一地段。希望的副歌。对啊，就是李夫人。之前是拿什么？我以前都是拿那个、欸、水。看你手放在额头上，眼睛看着课本，他们不知道你在睡。这样怎么睡啦？这样完了，这一数学不会算。然后闭着眼睛开始闭目养神了，好笑。我想下一首，我想要听那个《出兔》啊，这首歌叫《希望无限》哎。对。我想成那个啦，因为什么？无尽旋转。Heavy Rotation。对啊，希望无限啊！我想说奇怪，好像是在希望什么，可是想不起来。希望无限。中路的双头就可以了，这样，这样。这样啊 ，Sorry， 我小助理派，小助理派 ，Hello， 扎卡佩轩，小布布，挺你的粉丝，你现在专心点饼干就好，你知道的，我也觉得专心点饼干。那我们来听什么？可是我想要，我们等一下播一次那个啦，出兔啦，我要跳给大家看你。First Rabbit， 那首认真难耶，我觉得。First Rabbit， 按到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出兔啦，出兔不是出日。初日吗？我不会初日欸。初日怎么唱 ？You may want， 然后嘞，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会，哒哒哒，我不会初日。我忘记副歌前面，前奏是什么了？我们从副歌，因为其实我有点忘记了。Hello， 真真。当时有练过，对。好像忘记了。OK， 这会了。我要学那个很难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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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这还在复习，是昨天吗？前天？哦，你说你哦，原来是你哦。什么？你说练腹肌吗？看到多自己想，我前几天在迪卡上面看到一篇很好笑的贴文，你有看到吗？他说他每天练十分钟，腹肌那个超好笑的。多少练过来？原来如此。我有看到，你也要不要以后上庭要发那个跳舞在板上面，自己开始在那边跳。I want you。哎，我觉得我那阵也很好笑哎。
我刚刚抱妹妹嘞，没有啊，不是啦。求上庭斩片，为求。我这是学短板的，应该是这段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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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希望你能放诶，可是为什么刚刚西西知道啊？为什么西西要西西要叫我练那个饼干？该跳了，家人都说话，是吧？该跳了吧？该跳了吧？上庭。有人讲哦，哎，我当时算了，哦，没事，对不起，没事 ，nothing。没有，好的，好的。那我要来练戏呀，我歌词记不起，我的短暂记忆太可怕了。可是有新型病毒没有那个？去，我又在练这首了。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随便的敷衍。没有，我们要来听戏，我们要来听戏呀。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虽然总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用多大，大雨悲伤或许就算来不差，朋友们烦恼牵挂，遇见自己停不下你雨的目光，奶茶说了谎，一个人假装坚强，侧耳聆听的消息，我的旋律，然后一定可以夕阳悄悄地沉沦，像一片金黄，你要往金色唯美的不像花叶，为何说今天已经要退场，也即将将一切松绑，重新开始闪亮当匆忙，像一段能够变变成日常，你给镜子里的他大大加油，大大鼓掌，嘿，那张脸庞变得重新的翅膀。完蛋了，我只记得我自己那段。
们也消很多耶，谢谢大家送的礼物。什么？真的、哦？好厉害！项圈因为有彼此的牵绊，偶尔你毫无保留随便地品评，偶尔无意却忍不忍心发脾气，一次次误解怀疑，一遍一遍你不停地碰壁，人生戏，心为何留在心底？大西洋，就水表刚跟我说那个啊，他说阿力被送火箭，超厉害的。就是我不要大家的火箭哦，不要送我火箭。谢谢 DJ 送男生阴影圆棒，真的、哦，天哪！太强了吧！他见钻石有那个哎，11万，怕爆！谢谢一直送蓝色应援棒。天哪，是谁啊？浓眉吗？真的怕爆哎，吓到！笑死，好好笑、哦，送了一个火箭，好好笑，谁送的、啊？哦，哎、欸，不知道哎、欸，没有看过的人 ，KW， 不知道，他今天只送了那个火箭而已，嗯，因为他的数刚好第一名就是在整整的10万。客家火箭 OK 吧 ，OK 吧。客家叫什么？哈嘎尼，不是客家话。哈嘎尼。啊？太嘎好，奶，求救爸爸。我觉得我爸爸真的超厉害。他中文、英文。韩文、日文、台语、客家话都通。嘿，云南的灯，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这地方很低耶，虽然总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还没投降，却因为有彼此的肩膀。我没法抓耳朵嘛。混蛋了！昨天的牵挂，为自己放心不下，你忧虑的目光，是总不会失望啊？总不会失望吗？原来是这样，不是。Hello， 阿花。侧耳聆听，走音了。那什么 ？Repeat。没有，我不是事故啦，我只是这里打到汤匙，然后就呛了一声而已。需要唱歌教学影片？没有，我HK 送的，他是谁啊？一个很有钱的香港粉。原来如此，过得怎么样？说杰星前辈，杰星前辈要教我唱歌吗？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快乐大于悲伤，或许就算还不差。不愿看见家人跟身旁朋友们烦恼牵挂。为自己放心不下，忧虑的目光，把情绪压抑埋藏，硬挤出了微笑，说了谎，
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谢谢小杰送的男生应援吧。完了，我以前就被各种老师说，就我以前在唱歌的时候，我以前唱的什么，我的宝贝吧，就这种简单一个，然后所有老师会帮我当，就是一排老师，然后全部在帮我打拍子，然后就真的超尴尬，一排老师全部帮我打拍子，然后说你知道你在敢拍吗？我说我知道啊。干嘛？你在笑我刚讲吗？就真的啊，我的节奏感。那跳舞不是我跳舞 OK 啊，可是。哒哒赞扬，哒哒鼓掌，嘿。那张脸庞又不怕，努力的拍打，熟悉你的翅膀。静下心来，慢慢唱就可以了。我也觉得。黑胶品牌教你，我们这组的前辈都超强的，真的。而且就是，哦，我要再补充那天我没讲的啦，就是真的很感谢我们这组 Bellflower 的前辈们，就是都会给我建议说舞蹈哪里可以怎么样啊。像七七前辈就会跟我说，这边这边还不错，可以。然后就好感动，然后肉前辈也会提醒我说，哦，这边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品牌前辈就是看我动作不对，他也都会教我，就是告诉我哪里可以更好，就很感动。就像以前，就是不是以前，就是那个心情病毒的歌，什么？对于心情病毒的你，哒哒哒哒，是的，哒哒哒哒。可是我以前都这样，哒哒哒，可是好像是这样往内。对，可以问栗子前辈如何吗？栗子前辈哦，他拍我自死照啊。栗子前辈，没有啦。栗子前辈人很好，实力派的偶像，真的是往内吧？对啊，就是这样。对啊，至少对啊，我那天练习完，有一次我把就对啊，我要讲什么？就是我把完智齿的隔天我就去练习，然后就刚好这样。智齿照，智齿照，然后我就练习完，原本这样子肿这样子，然后结果我练完习，因为很热很肿，然后就肿到这样，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帮你拍照吗？然后就一直笑，然后说我会拍给涵涵看，因为他也要去拍机，然后就对，很好笑哎。Hello 怡恩。敲碗吗？真的母汤啦，那个你没电了，拜拜。没有照片耶，我现在手上没有照片，因为在我现在直播的手机里面。笑死，那时也一直在笑。我们真的有，我什么时候有聊到？前几天吧，就聊到小嘴爸爸他去充电。少平下次跟李子要要智齿照吗？那真的不行，他是淤青是怎么讲？我咬一颗苹果试给你看，好像不够哎。太肿了，就这样，然后再肿一点，它是肿在这边的。下次直播再提醒我们。小助理，你那边有那个网照片？现在好吗？放自己黑历史，截图成功。母汤，母汤，还有志伟，
转圈。二三四一。好，有。可是我要把我脸。小助理要帮我修一下图，因为那时候练完习太素颜了，有点。等下黑历史你们截图，我等下被姐姐骂。谢谢张卡送的 love L L O V E。为什么？哎，张卡是什么时候就 Discord DC 有一次被大家说什么什么？扎卡真的很渣。Hello， 嘉阳，安安安安安。小助理握手会真的要升级吗？真的要升级？你怕？哦，然后他那天咪咪康手的时候，他就说他好怕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好害怕哦。因为他真的很渣，扎卡。就是那个留言说，扎卡你真的很渣，是米粥手打的吗？还是什么？塔瓦哥是很的，我真的好期待那个握手会，因为真的吓到那个夜袭的那个粉丝，干嘛看？他也不知道，他就说怎么办？好多粉丝哦，好可怕哦。啊，那要去找李尚廷拿那个，然后听说这是你先认出来他是吗？每天都安安啦，嗯，怎么办？好，这个不行啊，没有，这样太可怕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打码也打得太烂了吧？对不起，这打码，没有，我跟你不行，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这样。就是这样，这里，这已经打码过后的这里，笑死，完蛋了，太控制了吧？哎，你们刚什么没看到吧？因为我也没看到啊。我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就真的这一阵偶称啊。栗子前辈打我，那个麻油前辈叫我在直播上，他说你也跟直播说栗子前辈打你啊，然后我就说真的吗？就真的大家说你不出来，我还以为被打，你会被揍。还好第一批单局先贴五张，后面想真的吗？谢谢志伟，我还要准备握手会，下次小心点 ，OK 的。所以那天小翠是被吓到吗？吓到吗？你是被他吓到吗？一起了。啊？他说你是被他吓到吗？就是，他说你说你很怕，你那天传讯给我。他说人很多，他很觉得很可怕。是我失误最少的吧？就，是但握手会安安静静一列的话，怒舔一波，真的吗？自己列，好可怕、哦，好可怕、哦，我怕怕，因为我蛮害怕的，其实。现在，总结大声，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所以不是你，对啊，不是你啦，不要再回来了，不是你，嘻嘻，下次来找我玩哦，好大声哦，为什么？哎，我昨天还那个哎、欸，
其实我比较希望安安自己练。自己练吗？可能下次吗？下次会自己练吗？我也不知道耶。因为像我觉得第一次握手会如果是有同伴一起陪的话，会比较安心一点，就是第一次体验。下次继续早安。好啊，希望大家，我不会带给大家负面的印象，每天都在外面闻香。其实我也很快好奇，因为大家在猜说是他我，就是好，加油，拜拜。就是那个谁夜袭呀、啊？就是有个人夜袭，然后舔的不知道是他吗？不知道。别歪头看安安，偷看。还有那个李不认。别歪互动一波，真的。谢谢田中豆娘分享的直播间古早味勇骑士篇，晚安。还有一德 Hello 言文字爱心。你是幼云对不对？拜拜扎卡，谢谢真的送的 kiss 啾啾。如果现在不知道怎么看脸就记得起来，也是有挺好用。不知道什么，我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就是曾经似曾见过，似曾相似，对，似曾相似。不行啊！等一下这一次不玩，我再认真来唱一遍，希望不会太可怕。我现在就是节拍的问题，不太好。这边是还有点肿，有吗？这边会肿，因为这边不知道什么，还是有点硬块在这边。有吗？刚补习完，大家都好辛苦哦。补习，那天就知道小巨可能会怕，所以才不敢。他是怕人呢、啊，他怕人群。不是怕你。要退场，你自己家，就轻松抱住心开始闪亮。要走吗？低着头看路边成日常，你步伐给镜子里的他打打打打打打打鼓掌嘿。那张脸庞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Hello 九蛋 ，Steven， 单皮，有点状况吗？为什么会肿？哦，就是拔智齿啊，这边跟。谢谢志祥送的告白气球，谢谢，就是。这边跟这边两颗，我一次拔两颗耶。听说，可是好像听说不能一次拔两颗，会失血过多。博弈 ，Hello。这一天会过得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虽然总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快乐大于悲伤，或许就算还不差。不愿看见家人身旁回忆了烦恼牵挂，为自己放心不下忧虑的目光。把情绪硬挤出了微笑，说了话，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假装坚强。侧耳聆听风吹季节的消息，脚边沉浸静静铺满花谢的旋律，一点一滴小小相遇
如果能让加倍珍惜，一定可以感受到幸福来的涟漪。大夕阳悄悄地沉默了下一片金黄，你要往些许稍微美的不像话 yes， 为何说今天已经要退场，也即将将一切松绑，重新开始闪亮当匆忙，低沉后感路边成日常，给镜子里的他大到这样大大鼓掌，嘿，那张脸庞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完蛋了，完蛋了，我自己拍子不对还打。Hello 宗泽，谢谢宗泽送我告白气球。傻西无敌，听拍子，好笑。不论是谁都一样，都会脆弱陷入彷徨，我想却因为有彼此的肩膀，偶尔轻易毫不光亮随便地平平，偶尔无意却忍不住任性发脾气，一次次误一笔一笔不停地碰壁，人生心希望依然留在心底，大夕阳悄悄地沉默下一片金黄，你要往心中此刻还光芒，尽管累得跳只勇敢向前闯，失去的代价也记倔强重新收档，爬上了床，我就唱最后几个字，璀璨的花黑上扬，属于你的梦想呀，悄悄地沉默下一片金黄，你要往一边慢慢的唱，景色唯美的不像话 yes，为什么今天已经要退场，也挣扎将一切匆忙，重新开始闪亮当匆忙，低沉头感路边成日常，也给镜子里的他大大怎样大大鼓掌，嘿，那张脸庞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梦，没事，我今天晚上来听这个当催眠曲好了，然后我就睡不着。Hello， 北极星小鸡，背包旅客，海豚，一直反复听这首歌睡了一天。练声乐，声乐，嘻嘻，声乐好强哦！我最近有在练肺活量哎，也不算是我自己练。就是学校的体育课，就是现在有一门课叫做跑步课，真的跑步课，对，然后就是八节课内好像你要跑到七十几圈或八十几圈吧，就是有规定数字，可是你不知道是多少，反正就是要努力的一直跑，所以我体育课现在每节都是跑十圈400公尺，真的很累，然后跑完了晚上可能还要练习之类的，真的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整节课一直跑。我也会说，挺练习喝养乐多，那个太甜了啦。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养乐多哎，肺活量啊。可是听说练肺活量要游泳，对不对？请跟你晚安，花生糖晚安。体育老师都放我们打球，好好哦。因为像女生体育课很多就是坐在旁边聊天，你好，30分哦，哦，30分哦，小提醒，所以你要叫我关播的意思吗？
明天礼拜，哎，明天礼拜六哎，好快哦！为什么觉得这礼拜过好快？可能上课都在睡觉嘛，睡一睡就过去了。没有，我们体育课午休起来第一节，老师不敢跟我们跳舞。哦，第一节吗？你是第二节，第二节连续两节。明天继续练歌。明天睡觉，睡提醒提醒了吼。欸，你真的很喜欢那个贴图欸，那个鬼是叫偶尼，鬼鬼的日文哦，尼是偶尼吗？哦哦哦，嗯，偶尼对不对？好啦，森森堂 ，Hello， 玉超、一德、九蛋、欧尼，对，日文高手，没有啦，开玩笑的。哦，对啊，我比小助手烂了，我 N 五没过。哦，对啊，我比小助手厉害，只是我 N 五没有过而已。对，刚刚那段好拍，超生日文高手，好笑。可是我要广播的。嗯 ，Hello 流星低调的会员呢？啊，对吼，我刚说我要送我自己钻石，对不对？我这用什么方式登录？哎，可是，哎，可是，可是这里没有。没有奈的登录啊，我没有删掉啊，嗯，宣传的事情哦，我还没发文呢，我有自己拍啊，这是什么啦？这里没有东西，没有东西 ，nothing， 谢谢，什么？刚才又来了，客家送钻石。我刚刚以为他念出来，想是不是怪怪的？我有自己拍照，只是我还要再想一下听不听，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拍很好。5%，对，剩5%，还剩说没有下载，对啊，没有下载，所以要下载那才能那个吗？好，会反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拍照哎、欸。一配一波，买一波，指定一波，客家，对啊，刚刚我刚刚他就自己，因为刚刚阿丁那边有人送火箭，他就说送了火一个火箭，用自己打的。咦，感觉要下载才会有。那是小助理拍的，没有，我自己拍的啦。哦，你说平常拍照吗？对啊，我很不会自拍，自拍真的很尴尬，很尴尬。自己想送一个火箭，送火箭，没有的，不要送火箭。好了，那我要宣传我火。不是火箭，我宣传我的火箭是什么啦？我要宣传我的声线，我应该改天会，改天吗？就是我会发文，然后说大家来我的声线指定一波，安指定一波，宣传火箭，我被就是文字影响讲话吗？就对啊，谢谢 S 送了3.14个火箭。被扰乱，对啊，嗯，那这样我今天不能送自己钻石了，还是你那边可以登录？可是那边还会这样跳转到来，对不对？好啊，那我下次只好用这只手机直播。可是那次我就换惨多了，谢谢九蛋送了很多的火箭，谢谢你，好好笑。安放我再慢慢放，好。哎、啊、呀，可是我觉得那照片好丑、哦。要修图吗？要修很大吗？我不知道，真的超不会拍照，就是
真的超级不会拍照。九段送客家火箭，客家火箭送起来，指定七个火箭抽纸币，好好笑。没有，就是你不懂啦，就是，嗯 ，Hello， 熊妹。哎呦，熊妹，我们晚点来聊聊。我可以让以前花两千块的火箭。谢谢熊妹送的医用口罩。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帝王证吗？只要66666是吗？是66666666个，赚什么？我忘记，就是以前有那个帝王证，然后就很多那个。Hello， 一等。不是只要，对不起，要很多的。现在还有吗？像帝王证吗？就是那个便宜的帝王证啊。对不起，没有便宜，它超贵的，66万个，6666个，什么？那张是不是很？那张是我已经觉得普通，朝圣千金。哦，等一下讲到千金这件事情。DC， 居然有人说我毕业旅行跟朋友去，跟同学去法国毕业旅行，我没有跟同学去毕业旅行去法国玩啦、啊，是跟家人一起，那趟旅行算便宜，没有啦，还是很贵啦，没有，那对不起啊，我讲的话我好多，哎呦，不是跟同学出去玩啦、啊，是跟家人去家庭。什么光变演员？没有啊，就是 DC 啊！我昨天一整个都在查 DC， 我就打起嘉安、周嘉安，然后二期生，然后就这样看过去，然后就滑到最底下，有人说前台湾研究生毕业了，跟朋友一起去法国毕业旅行。我没有去法国毕业旅行啊，没有啊，国中毕业旅行，国中不就是去那种什么？高雄游乐园，擦水表泡，没有，就是想看大家的评论。修蛋鸡嘞，是什么？369，什么369？对啊，不是哎、欸，369，三是什么？三，剑湖山，六福村，九族，不是，是高雄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一大。秋蛋几嘞？什么？秋蛋几嘞？法国可能要再给我五年才能拆掉。哦，不要，我觉得法国不好玩。没有啦，法国很好玩，只是刚好报的旅行团有点难吃。那导游就说：“我们今天吃牛排，吃鹅胸。”哦，那个牛肉真是干到一个，就是你知道很像那夜市的牛排。我认真，法国不 ，Ice 你不要这样啊！1369，嗯，鸭胸啊，哎，我刚说什么鹅胸吗？鸭胸，鹅肝呐，哎，反正就是走，还有鹅胸。哎、欸，有鹅胸的东西吗？有吧，鹅胸肉啊，我都会去吃那个什么鹅肉面之类的，超好吃的，我很喜欢小吃。谢谢甜汤豆店送的 kiss 啾啾，然后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再传我爸偷啦，然后万圣节快乐的那张照片，然后这样不太好。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知道为什么不太好。鸭胸是宜兰，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不要传吗？你知道原因吗？你知道吗？是衣服的关系，对，是因为衣服的关系，没看过。OK。
没看过，没有没没有，不用去找了。懂了，对对，嗯。不知道哪张有没有大大的提供下来，我要问 IKEA， 可是不要不要再传了，这个真的不要再传了，那个就那张吧，不要再传了，嗯嗯嗯，艾斯说的那张，就是特效很重，然后那个，然后不同。不是重点是衣服啊，那个衣服不要，可以应该可以删的。等一下 ，Google 可以 Google 到吗？因为有点惨，其实我觉得不太好。要打什么？周家安哦。为什么现在第一个出来的还是那个照片呢？是哪一张啊？我看有没有出现，有吗？上马赛克我不知道。嗯 ，Google 得到吗？天哪，有。哎，我觉得那个 PTT 超坏的，这截我什么图啦？崩图哎！欸，我没看到那张照片欸，爽了。欸，没有那张照片欸，没有那张照片欸。欸，没有欸。OK， 赞赞赞。欸，他放我粉上。我要关板，我晚上关一下，晚上。我不要韩星，不要韩星，我要自行。自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Idol， you know？ Idol， Idol， 我晚上 我去关好了，那要怎么关啊？你就是。你会关吗 ？Hello， 助理，你会关吗？还是删掉那篇就好？不知道，删关关掉好了。嗯，好啦 ，Hello， 天天兔兔，你先打包先。不行啦，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我的秘密了。不过那衣服看起来挺正常的，真的吗？因为我昨天前天就我有听到那个看不穿衣服有什么问题吗？真的吗？没关系，那就没事了，没事 ，It's OK， 没事，那就没事了。可是艾斯，你有看穿那件衣服有问题，对不对？哦，谢谢一德分享的直播间。艾斯，你有看出来有问题吗？等下艾斯还在吗？而且哦，那个照片有在群组里面吗？但是他看起来是什么啦？不，我看不出来。虽然他看起来手术衣，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有看出来吗？哎，刚刚还有看出来，没有。可能也是国中的事情，就是 IKEA 这件事，就是对啊，大概知道什么问题，海豚。就我那时候还没有加进来，然后就穿学校制服拍照，
嘿呀、啊、嘿呀、啊，伊去啊，对啊，对啊，嗯。你又，没有，就是又你。哦，看不出来，真的吗？那好，不是你也过来，没有来，你不说对吗？对不起，没事。好，我刚刚我自己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别讲了，没事啦，没有啦，我刚刚什么没讲啦？没有啦。水果迷真好，迷你控很很棒哦，谢谢真好。好了。哎、欸，我五十分一定要关播。我明天还要播，当会太累，我的身体会承受不住这巨大压力。开玩笑的，大家早点休息啦。Hello， 强生，拜拜喽。好啦，我要念吧。怎么念？你看，哦，是这里啊。从第什么？从第25名好了。25名是嗡嗡，24是扎卡，123是空白，22是萨库拉樱花在学日中文，21是和恩，20是乌嘎，19是熊妹，18是林 MJ， 17是真真，16是南尼蛙，15是 DJ 小的，14是小杰，13是陆爷，12是玉超，11是幸婷，第10名是西西，第9名是田中豆粒王，第8名是易德，第7名是轩轩，第6名是 NTJ 啊，第5名是玉超吗？玉安，对不起，是玉安。第4名是宗泽，第3名是志祥，第2名是草莓酱，第1名是小周芊芊。要退场。重新开始闪亮。压力很大，没有啦，开玩笑的。客家火箭没算在计算，要加多少呢？好多那个火箭，加10万，九摊变第一名。嘿，辛苦了，不会，自享生日快乐！我真的迟来了9、10、11、12、13、5天呢，让你在迷你控哭，可以上榜吗？一片静默，那要算什么？如果夏娜说安不要哭，我会哭吗？应该不会的，我会说，嗯，应该不会的。那就哭过一次，就不会想再哭。明天见，明天一样8点，明天8点，晚上8点，我们一样到10点半。虽然我每次都播超过20分钟。哦，对，明天没有小助理哦，希望我能自立自强。各位再见。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晚安哦，关播。明天补习，啊，好吧，拜拜。那一下下来看哦。那好运猫猫。